这个是我们家的鹅虾，五个一起来。单盒可以全要吗？啊，可以的。没有这样客人吃过吗？啊、没有，还是第一个，性价比要400多。别夸我。哇哇。我上北京卖 omakase， 我是从来没有吃饱过啊。但是国内有一家 omakase， 它是畅吃式的，到了哪一道菜你觉得好吃，可以无限加。为了试的更多一些，我们健身房随机抓两个幸运观众。这个一看就跟我练的差不多，这个戴眼镜的一看就胃口小小的。我今天现在在上海的思南公馆啊，这边据说房价都很贵，而且这家店呢，它是要提前全款预定位置的啊，所以我们来看看今天刚刚练完胃口怎么样。好，现在我们到了啊，它整一幢都是他们家的，它是老洋房改的是吧？对的。今天有六位吗？一共？啊，目前只有你们三位。哦，就我们三位，好，太好了，包场啊。那我们坐板前，这个是可以选的，所有我们选团系嘛，四个五啊。游戏规则跟大家讲一下，它是1588一位，然后呢，这边的所有的今天一轮一轮上的吃的，觉得好吃的可以无限要。然后今天呢，全场三位师傅备菜，还有个小姐姐给我们上菜，食材呢在眼前全部看得到。好，这个是第一轮，对，第一个菜是蒸章，这个就是章鱼，加不加？特别前菜。第二个安康鱼干，加不加？不加。不动面，加不加？必须不加。塔记试上啊，第一杯跟观众小姐姐小哥哥们一起吃。嗯，第一轮上的刺身啊，然后这个生蚝，然后再加二号鳌虾、牡丹虾。他说二号鳌虾啊，差不多三号二号之间吧，给锅吧。那海胆来100个，牡丹虾来100个，可以吗？那这三盒可以全要吗？啊，可以的。他上来就给上刺身，还是蛮顶。这个是黑青鲍，跟吗？不跟，不跟啊，不跟我吃。嗯，他上面用了那个蘑菇奶油汤的那个调料。真好吃，这样做法还蛮好吃的。有一说一，这个是竹夹鱼，活杀的北极贝啊，大家看到的是红色的，这个是白色的，然后是狮鱼，然后象鼻蚌，然后是金枪鱼。这份我觉得竹夹鱼会有一股独特的清香啊，敬你们啊，祝你们身体健康。这个生蚝是什么生蚝呀？苹果醋，来一小口。正好就是生蚝，是不是吉拉多？我不知道。哦，真的，吉拉多。这个是我们家的啊，鳌虾，我觉得目前吃到现在最贵的东西了。麻烦师傅们帮我们剥一下呗。好，谢谢。正常剥一只鳌虾得多快？3秒钟吗？哇，太快了吧！我玛卡萨畅吃，我觉得就得这么吃啊，来一小口。嗯，有人说这个鳌虾的个头是自助餐里面吃过最大的，还很甜，很新鲜。五个一起来。嗯，再来100只。汤来了，它那个上汤是这样的，刺身啊跟熟的得分开吃，否则人容易。所以我们后面就开始吃热的了。这个是竹荪、金针菇、西兰花、鸡肉，来一口，好喝吗？对，这不是平常吃的东西。热菜第一个，这个帝王蟹，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是不是鲜的。我认为这个是熟冻的，所以我不加了。我说的对吗？没错啊，不好吃，这肉太散了。好，金鲫鱼嘛，就一般用在那个炉端烧里面，就正常的一条鱼卖880，这一口下去就是200块钱，那可以。但我觉得这个太腻了，哇，来一小口。只能说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肉是相当于 M 的一个猪食级别啊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啊，大竹夹鱼配的是七彩芝麻，再加一个北极贝，我们来一小口。嗯，好吃。这个海胆吃的太麻烦了，是不是可以那啥吗？好，行。哇，这两盆新鲜的海胆啊，全部做成一碗盖饭，整一份加上去。对，之前有这样客人吃过吗？没有，还是第一个。我也只在自助餐敢这么吃啊。这份海胆日常什么价格？这份海胆它的进价也要400多。别夸我，我总觉得是198。绝对不可能的，198你能买到我全部都加。哇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剩下的也给我放完呗。好的，这就是大气啊！谢谢。哇，然后这里是用了将近100个海胆做出来的一碗饭啊！哇，香葵。那我们第一口给观众美女们一起吃。哇，普通的海胆它是有点米反味的，这家店的海胆都是你们看到现开的，真的是爽。哇，下面还带一点月光米。我觉得米饭不够，咱们得往上盖。哇。是吧，新鲜的是肯定没问题的，今天最贵的就一片这么小的，你想多大的都可以，这么大一片啊，可以来，谁怕谁，来我们大福来一口啊，这才哪到哪啊，他们两个已经 game over 了啊，这样是大福，还有谁，哇，这嘴里乱爆汁，最后的冰淇淋是塔记和茅台都是超吃的，嗯，茅台得60几，塔记是30几，吃一下塔记。我们认为哪个好吃冰淇淋啊？3、2、1。
调味茅台2:1，它是有股怪怪的味道，你们觉得吗？然后现在全部吃完，1588这个价位，南极三文鱼和鳌虾，我觉得是这里最贵的食材了，它再往上提一道会更物超所值，这是我的建议啊。那么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